哎，你一会下班后有事吗？你今天不是要出国吗？就是因为临时要出国，我来不及改期。家具公司下午要来组装柜子，可以帮我看着吗？这种粗重活就让我来帮你效劳吧。有多粗重，我帮你。谢了，不用。 不舒服啊！我现在在仁惠家，在等工人组装家具，可是啊，我觉得我是对甲醛过敏，所以我一直打喷嚏、流鼻水。那你赶快离开敏感源啊！我现在走不开，他们还在组装，你方便过来一下吗？哦，你等我一下，我待会过去。哎，一个，还没好？还没。 哇，看你小小只的、哦，打起喷嚏威力十足，惊天动地哦！哎，哦，对了，来，这个给你。他还买了 Big Brother 和麦乐 Dinosaur， 是Youxiao付钱的，是他 order 的，我负责付钱。嗯，谢谢你们啊，我真的肚子饿了，我先去吃。 哇，哎 ，bro， 味道确实有点重。嗯，我们才来一下子就受不了了。人会要住在这里，不是更难受，对身体也不好。我们都知道对身体不好，但问题是怎么去除甲醛的气味？我对甲醛不过敏，没有处理过。要让气味飘出去，当然是要打开窗口，让空气流通。 说把窗户打开让空气流通，你走的时候居然忘记关。昨晚下雨，把仁惠家搞成这样，你说怎么办？Sorry 啦，我又不是故意的。过了这么久，甲醛的味道还是这么浓，上也上不去。我不管了，你们两个今天要把这边清理干净啊。哎，你对甲醛这么敏感，你就先出去休息吧。 放心啦，我们一定会把这里打扫得干干净净。嗯，坐坐坐。那交给你们两个啦。我先去拿拖把。他的窗没有用，看来找请专家。专家？哪来的专家？一机在手，专家处处有。哇！ 你看，咦，哇，发霉了都不要丢掉，没想到人会比我还懒惰。人会才不是懒惰的人，他应该是很忙，没有时间清理啦。你们在找什么啊？不要把他家弄得更乱啊！嘘，不要吵，你等一下就知道了。哎，这个还没过期耶。 这层也坏了。嗯，很不卫生，我来丢吧。哎，毕哥，你等一下，这个层留一些给我。好，这边都黑了，不能吃了吧？不能吃，但是还能用啊。怎么用啊？哎，我找到最好的解药了。
点蜡烛真的能去除甲醛吗？不是我说的，是网上专家说的 ，OK？ 有没有科学根据的？我怎么觉得这边的空气更加污染，更多有害气体啊？你要是怕被毒死，你可以先回家。还有这是陈皮，你这样放不会惹蟑螂还有蚂蚁吗？放心，离开前我会把所有陈皮都清理掉的。在笑什么？没想到Renhui小时候长得这样子的，白白胖胖的。人家是女大十八变，她是108变哎。变？为什么乱乱拍人家东西？你懂不懂什么叫 privacy 啊？看了也不可以呢。不可以。着火！Come back, I miss you so much. 你被长颈鹿传染了，反应这么 over。怎样？我家的柜子都安装好了吧？好啦，我不是有发 video 给你看吗？你说甲醛味很重，现在怎么样啦？我请了浩南和长颈鹿来帮忙，应该散了吧？我买了礼物给你们，先放在休息室，记得帮我分给浩南跟Youxiao。谢谢啦。他为了谢谢我们帮忙看家，还买了礼物给我们。哇，没想到Renhui那么好啊，出差还买手提给我们。我们弄脏了他家的地毯了，怎么还好意思收他的礼物？是啊，我也不好意思收。等他回家发现有问题，一定会打电话过来问的。不要紧张，有哥在，我处理得这么好，他是不会发现的啦。是Renhui发来的简讯。强啊，他会不会是发现了什么？我买了很好吃的印尼调味料，明晚来我家吃大餐。人会要请你们吃晚餐，你看我都说了，我做事你们放心。人会，我们来了。嗨 ，Hello， 欢迎光临。谢谢你请我们吃饭，礼尚往来。这么客气。哎，还有这个。谢谢，进来吧。啊。嗯。哇，仁惠，这些都是你煮的，看起来色香味俱全啊。都说他什么都没发现了，你们现在信了吧？雪来了。哇，仁惠，这些真的是你煮的，还是你点外卖的啊？我在印尼吃过，觉得好吃就上网学，你们都是白老鼠。哦。那你煮的时候有没有 double check 椰浆跟酱料的 expiry date？ 我没有这么 blur， 可是之前我们在你的冰箱找到一些过期的食物和牛奶，还有那些是我特地留下来的。那些有用吗？喝不完的鲜奶过了期之后可以用来浇花，也可以用来洗脸和泡手泡脚。嗯，难怪你的皮肤这么滑。那果皮是用来干嘛的？敷脸啊？果皮用来做环保酵素。哦，这个我知道，环保酵素可以拿来当成清洁剂，可以洗碗抹地，天然又健康。对，废物利用，保护环境，人人有责。没想到你这么爱护地球，可惜你们把我辛苦收集的宝贝全都丢掉了。对不起啊，没事，我帮你收集，下次拿给你。好啊。那我们现在可以开始吃了吗？等一下，吃东西之前我也有几件事要你们帮忙。什么事啊？你们有没有发现这房子和我出国之前有什么不一样？没有啊。没有吧？除了多了厨，没什么不一样啊。哎呀，其实……哎呀，其实是有点甲醛的味道哦。对啊。啊，对哦。No。不是甲醛。不要以为你们做的事我会不知道。
这是什么？这又是什么？哇，你们还真勤劳，还帮我的干树枝浇水。吃东西也要懂得抹嘴哦。OK， 我自首，一切都是我的错。也不是完全是你做的啊。是我把橙皮放在柜子里，想要去除异味，也是我点的蜡烛，然后它就掉在地毯上，我心急想灭火，就泼了一地的咖啡。哎，窗口是我开的，我只是想要驱散甲醛的味道啊。也是我忘记关窗，没有想到那天晚上会下雨。总之就是我失责就对了，对不起。不是，真的是我没有做好。不是你的错。好了。我只是看到这些证据，很好奇你们的犯案动机和作案过程。所以你没有生气啊？当时很生气，不过现在听到你们的解释，我知道你们做这些也只是为了驱散甲醛的味道，为我健康着想，所以原谅你们了。所以你真的原谅我们了？OK， 那太好了，那我们现在可以开动了吗？来吧。哦，吃饭了。哇哦。